你甲我甲江银团斗做一个人，就会当互你摕去当作是对付江道生的工具。你嘛会当以一个救命恩情人的身份，叫我继续替吴极集团卖命。吴极集团继续发展，你手内股份就有价值，所以你甲我当作是金家母，无甲我当作是真正的兄弟。你到底是甲我玩几点的？吴极集团的发展，你敢无好处？你敢无想要重生？敢无想要继续你的研究？一直在讲什么？我是不是有兄弟情？我讲有啦，我要来证明，是不是跟你蓝条条？然后讲我爱你是无？时间就是上好的证明。这么多年来，感觉我拢无感觉。好啦好啦，你这么讲呢？我冇喘气啊啦！我选择放弃对超越的感情，继续替你卖命。结果我看到啥？我看到你变白，当蚯蚓；看到你不择手段，抢股权、抢计生权；看到你海死轮轮，海参受怀。我应该替轮轮报仇，替爸报仇啊！你即马念袂煞，讲几波，原来嘛是为着争股份、争继承权嘛。你看我提早继承权，你即马唔甘我难？谁在甲你讲继承权的代志？你害死伦伦，害死爸，还阁无够？这几十年来，我为着这个家付出，卖命嘛无够。我放弃对超越的亲情无够，今嘛我终生是拄到一个为咱党心的林志倩，你嘛要挃伊的命？你伫咧霸占我的人生，就是因为你给我一个臭钱，给我一个假命，我就要感谢你。你还要感谢你啥？哎，我感谢你啥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啊！我感谢你啥？救人！啊！找出来要杀我！救我命！救我命！老师，因为对我不利，我故意伤害。公总，是张博士叫我来替你辩护，加上王特助那边的话如己言，所以拄只我已经甲检察官达成协议，法官允准你交保候传，所以等一下你就会当离开啊。我告保，那就是我要弄乖啊，麻烦你啦。替我向王德祖说多谢，感谢伊甲斗相共。我是张博士请的律师。什么张博士？是吴极集团请的啦。不是安尼哦，吴极集团的尤总裁，阁有环宇集团的江望勉女士，拢对你提告，只有张博士帮你请律师。哎呀，咱也得练手，甲爸创的吴极。为爱一边唱回来，好啊，卖个受坑受胖啊！杨开阳，我即摆算是看清你的为人，咱的兄弟情就到这为止。不是啊，开阳，那天请律师是我对你最后的认罪。以后，咱个人行个人。快点出去！你走啦！顾少怀，刚拄我轻下两手，你接受你后你。火车来了！嘟嘟！去！啊！不！啊！哦哦！哈！我都跟你讲啊，火车来啊，佫唔知影航线哦，你真正三宝哩！什么是三宝？我看电视啊，有咧讲啊，讲迄哦，走路无咧看咯，就叫做马路三宝。啊，嘛人讲迄叫做行动神助牌啊。恁这两个动物，你俩子，我来你不怕死哦。
安打安打，全力打，剩下一棒全力打得分啦！陈同学，你真正头皮疼你！好行了阿伯，你背不起来，爸爸倒啊！你直接刺杀出去，阿杜！你哦，不准讲找蝴蝶麻烦啦，嘛不准讲，那不是我的囡仔，若无我就跟你拼命！行啊，咱来走。啊！我偏偏讲啦，你若不是你的啦，干脆念头再做变老爸啦，我看是你啦，真正吼，把蒋介石吓了了啊你！哦。我爱你，把迄无正当提起的股份，拢总吐出来。你有可以什么股份？你别第一次哦。当初是你爸爸是安怎分配的？伊拢无甲我讲过哦。你手头迄20%的股份，本来就是要有可以用的，你应该嫌疑啊。林下水，你别想要趁这个机会霸占吴集团，把吴集团的股份捧起哦。我哪有想要霸占？我只是爱你幸福可以用啊。讲到这尔好听啊！伊头壳是启阳啦，但不过伊的身躯是共英团，法律上甚至伊叫张君南，伊是凭什么名义要摕这20%的股份？最后嘛是囥你的落地啊！要算我交阿姨来管理，你嘛无资格管，因为那是你掠爸的手断的囡仔，无准算，因为你害死爸。再造成其他小局面啊！莫去把这个三个头壳顶哦！用心啦，规定不管安怎，百户的股份我拢会收掉的，一个都袂交出去。马进，你继续把遐股份了掉，我甲阿姨会想各种的方法稀释你的股份。我得到一家资本，把公司做大，把你遐的股份哦，我到最后。你西施到什么程度？甚至哦，可能两拍拢无够。你真背骨啦！你这个背骨，就是让你解药，救你一命的。结果你马上就毙命。真正参照皇帝所讲的，我救你哦，不如救一只虫啊！解药，你无别的选择。卡斯，你无想要马上来去关？你想要照我意思去走，阿拉伯，你自己偷赔掉。林伯爷准，我再跟他们认输。林姐姐目睭不要紧，真着看，我绝对让你好诶。海洋的个性较阴天，绝对袂安尼着准做煞。我一定爱搁较细腻，把迄20%的股份提到手，那呢？我将来安排中子倒转来，才会搁较有把握。执行长，你前刚找我来有啥物代志？你来啊！你完了吧？我问你完了吗？这头一次告白，有这样垃圾，真正是够垃圾。你们有准备花烛光晚餐，够找人来布置，算是就有心的。虽然讲即马花甲烛光晚餐拢无去啊，啊，不过规个看起来够算是真浪漫，过关。那即马有信心啊吼？那你我先来走，到明顿节你要告白的对象来啊，我去等候着你。我。
我就干来约你来啊，免讲我要告白对象，当然是你啊。别跟我讲生笑啊！我没在讲生笑啦。林志炫，我是真正就是要向你表明我的心意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我一世人拢在做研究，从来唔捌对啥物人动过心。我自从你进入我的人生了后，我就有一种从来拢唔捌有的感受。所以，林志炫，我希望为什么开始，你爱对我负责任。你后来那段嘛是网络学的对无？我就跟你讲过，我唔捌甲人告白过。啊，不过迄句话吼，嘛是我心内。安尼嘛真好啊，你会当把这当作是试验同款。即届有多余做了无够好，后届你对别人告白时阵就较进步啊。无别人啊，敢来当是你啊。哎，这个袂歹呢，我真是要互你骗去啊！嘛是网络学的对无？这确实是我心内话，唔是网络学的啦。我知影，我顶届伫咧办公室的时阵，我对你讲过，我想要陪伫你的身躯边，照顾你，保护你，对你不离不弃。啊，不过迄只不过是因为你的专业对这个社会真有贡献，所以我真正就欣赏你。你是唔通误会，我有别意思。阿母，伊个迄当阵你，就这唔是讲你唔捌谈过恋爱，所以你可能会不袂清楚。我即摆会当真确定对你讲，咱两个人感情唔是爱情。嘿，是唔通感觉足见笑是足介意？我有讲过，我是阮两个弟子，我是做准备的。因安的代志，我会当当作毋捌发生过。除非你感觉以后看到我，你会无自在，那呢，我嘛是会当甲弟子死掉。免啦免啦，我即嘛习惯是你伫我边啊，替我看头看尾啊。我刚才你安尼讲，我话叫是讲我要去出头路啊。我那是我的问题啦，家里卖见怪就好啊。有啥物好见怪？执行长，你后盖那是搁要告白，一定爱先甲我讲。我会当甲你一寡配波，绝对会成功。无啦，一摆就够啊，无后摆啊。哇，真正只有心存了就找草的呢。既然你讲只有咱两个人，无我就当作是员工餐，不你做伙食，安怎？哦，好啊，这当然。哎，执行长，小姐。你也吃得好，是的，你这么优秀，还是有志集团的接班人，现在总算是证明你的身份，可以好发展下去了，哪可以让我去耽误到你的发展？你应该去找一个家世、人品都配得起你的对象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人生一串。